刚出生，能站起来已经很了不起了。对。就是在他出生的时候被羊水就是说呛到，然后有产生窒息，然后我们立刻对他进行抢救，就是将他倒提，然后羊水吐出之后，我们再将他那个堵塞物从鼻腔跟口腔清出，然后再将他就是说进行一系列抢救措施，然后他就活过来。生人是不能靠近，包括我们现在饲养员也不敢靠近，用麸皮红糖水对它进行那个奶源的补充，就是说保证小斑驴的那个吃奶的量足够。